家人们好啊！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黄蜂七六啊。然后呢，首先我们来看弹匣。这个弹匣的话，可以看到这个是装17发的，然后又是透明的一个材质的。然后呢，可以看到它这个可以看到这个挺光滑的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它是这个的话，你是这个话是直接弹匣插进去就完事儿，不用上膛什么之类的。我们来看整体的话是一个这个 AEG 通用的一个这种握把，然后就是外面是那种 PC 注塑的啊，两片壳，但是这个的话它是可以剪刀分体的，就把这一颗这一呃这一颗还有这一颗销钉拆下来，你就可以剪刀分体，直接一开了。然后我们这，然后呢，这边的话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悬浮内管，所以说导致这个玩意的精度啊就很垃圾，但是其他都还好。然后这个是可以通用 AEG 那个托芯的，等等我去找一个，可以看到啊，这个 AEG 波是可以通用的，可以插里面，然后上颗螺丝啥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就话不多说，开车，开始，然后这边是保险，然后我们就开车。可以看到这个后坐力很得劲啊，然后就这样完事儿。